群人成立13年，不料日前身为队长的展荣却无预警宣布该频道将于明年停更，让不少死忠的粉丝都相当错愕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展瑞先前接受周刊专访透露说到，因为哥哥展荣的控制欲强，再加上自己提出的创意时常被说不好笑，两人也因此意见时常不合，常常有争执，并直呼自己没办法跟对方一起生活，现在暂时住在一起，争执却比分开住时还要多。展荣也说到，曾经两人因为影片的走向而吵到说出一些很戏剧化的台词，像是你这么厉害，不用靠对方，不如各自飞翔。但对于停更一事，展瑞仍强调并非解散，而是让大家沉淀一下，好好思考未来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网友都纷纷猜测两人是否要分道扬镳了。对此，展荣与展瑞五日于社群发文澄清说道：“没有要分开啦，请大家不要再揣测了。”更透露明年会有新的音乐作品以及新家的影片开箱，并请粉丝们可以期待一下呢。Bye.